哎，可恶！你不要这样，秋风。百万没录用干嘛？哦，现在改这样哦。看看他收费关了是是而已。没有啊，不行。好啦，按下去了啦。祝大家发大财，好不好？圆圆哦，怎么你们那么快啊？你好好说话哦。对呀、啊，不要那么快啊！身为男生，题目比较简单嘛。在那一个，在那一个有用吗？没办法，是秋风让我快的。好好说话。你的题目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好了我好了。哎呦。哎呦，我在玩告示牌了。好哦哦哦，好痛哦！干嘛、啊？哈，这个怎么还我的题目啊？这个做了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新的 C 框。前面这个东西不晓得是什么，不过我知道了，就差前面。那圆圆你要拍一样的影片了。什么？这个是干嘛、啊？虐待哦。这个还可以用出血来哦，这个可以用出血来、啊。这个不是物品啊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这个。欸、是其实是反过来，同样颜色的，有没有？蛮多人出行动词的颜色一样，其实是。所以他要做的事就是那个。被雨淋到，这个是不是最后一个了？对，嗯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嗯、搞哎、欸，新的蛋糕看起来好吃。搞不好是冰雹，我们不要误会它。是吧？看着超好吃，这个做的不错哎，这个颜色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也没有什么了，就这样了。这个可以踩出血哦，我第一次知道哎，我知道很痛，可是很难踩出血。好了，很夸张一点吗？哎呦，好了，有哎，没有哎，看看啊。踩到乐高、哦，这小雨带的超猛的，巧克力踩到乐高，哇！等一下子看后面那个，不晓得这好好吃哦。啊，原来乐高可以这样盖啊！怎么哦，原来可以这样盖？怎么不是踩巧克力、啊？颜色乐高，哇，超多的。哇，小雨好会啊！我还说来黑雨盖的，黑雨盖的，这是什么啦？谁啊？看得出来哎、欸，女人长这样啊？吃乐高，然后这个是有人在哭，然后刚刚观众黑雨你怎么长成这样？黑雨，观众一直说为什么你要做插头？你太强了吧！好久不见，你怎么长成这样？繁星你好棒啊！毕卡索，好强哦！我很累啊，超爽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如来神掌！我以为踩到什么菜瓜布，真的吗？这很痛啊！杰克你在干嘛？杰克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乐高怎么干，你跟上一个半斤八两啊！可是你的脚盖也蛮好的。对，脚不错，甲沟炎的吧？哎呦，那个什么？哎呦，这脚黑指甲这样的，灰指甲。你可以把一块一块换成黑的，然后有传承，有传承。灰指甲，夹到眼皮的眼睫毛，啊、眼皮哦，眼皮哦，啊，夹到眼皮的睫毛夹，啊，好痛哦。我、哦、是夹到眼皮哦，对，我原来是夹到眼皮啊啊，夹到眼皮哦，哇，你这个很厉害，但是我真的没传承。你上面那红红的是干嘛？发炎吗？眼皮啊，眼皮啊，夹到了，痛，夹到就痛，红肿是不是？嗯，睫毛夹，睫毛夹，睫毛夹，我觉得有啦，有猜到，有猜到，睫毛夹痛，睫毛夹，本体在，本体在，睫毛夹很痛是不是？睫毛夹痛，睫毛夹痛，睫毛夹痛。我都流眼泪了。睫毛夹痛，哇塞，这个睫毛夹出血了，没办法，睫毛夹出睫毛了，夹出睫毛了。哇，这个不是睫毛夹了吗？这根本是凶器吧？睫毛还好啦，眼睛感觉超疼的，眼睛看起来睫毛哎，好痛，汪汪，水汪汪大眼睛，眼睫毛，眼睫毛夹拔下眼。你在哪边？绕口令是不是？绕口令吗？眼睫毛夹拔下眼睫毛，这个太痛了吧？秋风做的，小猫盖的，可以，不对不对，透过你的颜色我感受到，这应该都是睫毛掉下来了。
掉眼睫毛，眼睫毛。可是拔眼睫毛不会痛？都有。拔眼睫毛为什么不会痛？会痛啊！会啊！会啊！我现在就把你眼睫毛全部都拔掉。好啊，我们下次去小雨家拔他眼睫毛。你现在就拔一根实况。我边拔边说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要不要？因为他说拔睫毛不会痛。可是睫毛本来就会掉啊。好，来，我们下次纠团，纠团，纠团去。哎，你这样说，睫毛早就被掉光了，你们不要这样逼他，好不好？睫毛眼皮剪头发也不会痛吗？那拔你头发会不会痛？可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短不会痛啊。我们下次做个实测，我们去拔小雨的睫毛，拔光。这个人，这个人，看到这剑子就知道，看到这剑子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我的苦力怕踢到左脚，苦力怕起床踢到各种位置的脚脚。踢到各种柜子的脚脚，我来不及做各种。你这也没有踢脚脚啊？有啦，有角落，你看这里。烂，你知道？脚趾头撞到是不是？哇塞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。我的天啊！杰克的脚真的。哇！你看他踢出血来了，大拇指插进去里面，好恐怖。其实如果没有写的话，另类也是这个脚有没有夹住这个东西？夹住书柜抬起来有没有？大力金刚脚，你看书柜痛到流血了，夸张！书柜痛到流血了，超痛哎、欸！书柜太痛，脚趾头撞到桌子，哦，这太痛了啦！这是新西瓜哎、欸，没有，懂吗？一看就知道是什么，是什么？你的瓜子显示这是桌子啊，桌子上面有西瓜蛋糕、啊。这是猪脚，猪脚啊，西瓜蛋糕是不是？原来是西瓜蛋糕。猪脚，哇，没歪也没歪，听到猪脚，对啊，可以嘛，没歪啊，可以可以，太神奇了。脚撞到桌脚，对脚，你们两个来了，真的，对我们两个听，你们要拍影片了，脚哦，不是脚撞桌脚。脚哪里有脚？不是脚，哪里？他脚没有碰到，他没有撞到，有脚碰到，撞到啦！繁星哪里碰到了？繁星，哇！那繁星这个血是什麼？我都没捶你盖的哎、欸！哈哈，为什么一定要在变成膝盖？膝盖撞到神明桌，撞到神明桌，神明桌，有谁要抢神明桌啊？终于知道为什么撞脚脚会。会撞题了，原来是圆圆和黑鱼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按中间的东西啊？我想说怎么好像我有按，我有按。哦，你有按他鼻子了，好。什么什么鼻子？按鼻子干嘛？会哭啊！会流泪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按鼻子会哭。可是认真的，这只是脚碰桌脚，真的是身体直接撞桌脚。感觉我见到反星，我在按你鼻子。这个不知道是哪里撞到桌脚、啊。这个是他抱着肚子，应该是肚子吧？这个这个是谁、啊？这个膝盖整个陷进去了，插进去了吧？膝盖飞踢，膝盖着急膝盖陷进桌脚，这个膝盖整个陷进桌子里面，就是你是膝盖跑掉，然后直接陷进去，是不是？好疼，太大力，太夸张了。膝盖撞到小雨，刮他眼睛，膝盖了。膝盖撞到，对啊，这个很像，很像。我猜有猜到，有猜到，而且我猜也是还不一样。膝盖撞到桌子。哦，我有发现小很开心。如果没有流泪的话。耶！哎呀，很开心的哎呦，牙科钻牙科钻牙机。靠！你还盖我人设哦！哇！哇！盖的真好高。哇，盖繁星人设厉害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看牙医每次出来就感觉灵魂魂魄少了一点。我闻到那个味道，魂魄就少了，好不好？对，真的，好痛啊！太恐怖了。然后牙医电钻钻牙，这个已经是电钻等级了，不是一般的钻牙机。对，有，从上看。哎、欸，我刚一进来超疑惑，我想说这到底是啥？跟漏斗还弄不错、欸，蛮像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叮？有，还要装金牙哦，装金牙，对，好屌、哦，最后一颗也蛀掉了，哇，所以这一颗也会变成金牙，看牙医了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发大财啊，所以装金牙，金牙啦，哒哒，嗯，这个我全盖了，哇，太抽象了吧，我盖太大了，可是我觉得。
我觉得太好吧，这个很像是拔牙，有没有？牙齿直接掉了。啊、可是拔牙的话是下面流血吧？对啊，为什么是上面红？蛀牙，头会动牙，蛀牙。哦，对啊，蛀牙。新的，这白痴。他不能交易，他不能交易。哦哟，他没有职业，他没有职业。他是一般村民，他不是白痴，白痴会穿。他没有职业而已，他没有职业。对，我应该有，我有弯回来，我有弯回来，蛀牙，钻牙齿。对，还有钻牙，还有钻牙，牙齿真的很厉害。干了一颗好大哦。脖子闪到，闪到矫正回来。哇，是断了吧？矫错了，不好意思，矫错了。你看，矫正回来。不是你现在镜头我看不出来啊！这个题目，我第一个突然有一个雷，一个闪电了哎！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闪电是什么？哦，乔是乔啊，乔正啊！我想说出门有没有走出去，然后乔正回来的部分，乔正回来好不好？原来一开始就歪了，他脖子脖子九十度角哎，这早就死了哇！哪有？你看他过来是变好的方向哎，哦哟。哦，还有方向，可以看得到。哎呦，你的箭头是不是真的不会看？我就想说，你的箭头是不是该错一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相信我的箭头啊！没看得到乔正啊？不要，就是因为我打错字啊，去乔了，然后就变这样。我觉得乔正不错，乔正是不错，出去乔，然后都会被雷劈。下雨被雷劈，被雷劈的几率也太低了吧？被雷劈，我刚就在想，确实很痛啊。不是，我刚在想，被雷劈，被雷劈应该是直接死掉，应该是不会痛啊。直接焦掉啊！黑雨被雷劈，有看出来，看出来。你看被笑，你看还那个被雷劈到。什么？他嘴巴黑黑，被雷劈。被雷劈，可是我想猜被冰雹打，冰雹打到比较痛啊。然后应该那样就会盖冰块。嗯，不，我不相信他的建筑能力。我刚刚有想到，我刚刚有听到，就是会死人吗？讨论说这个电蚊拍电人，我出的电蚊拍电人有没有？这人电的被电到变成苦力怕了。哦，难怪那时候在打嘞。是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蚊子，有没有？哦。旁边的是蚊子啊！哇，这个蚊子，你蚊子盖的好棒！有看到，我只很疑惑这个苦力怕到底在干嘛？他只是个人脸而已，他做的机器人好不好？哇，被电成闪电苦力，这变到脑，变到脑袋趴袋嘞，趴袋趴袋，他反心哦，流血了！这个是会流血吗？就是会吧，手啊，手流血，不会流血啊，可能会香香的吧，只会焦焦的。哦，电电，你看看会不会流血？应该是不会流血。我被电过啊。拍个时刻，我们用小雨来拍。为什么都是我？又不是我。哇，这电蚊做的好棒哦！真好棒哦！对，我们刚刚看到这叫巧思。你看电蚊拍电手，没歪没歪。看起来，哦哟，厉害，这手也很酷。我操！这电蚊拍，没有电掉都 OK 了。这个是手去碰电蚊拍，不是这是故意自己想要去电吧？这是故意碰，这电是小不是啊？他皮癌没吧？要感受一下他的电力。他猜的就是电蚊拍电手啊，不是手不小心啊。没错，这好好奇被电蚊拍电到会是怎样的感觉？来来电你，你可以拍一个影片看看。嗯，对，你可以肯定爆红，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个电蚊手。看看哪一排的电比较痛、啊？对，现在可以十倍电力的电蚊拍、啊。没有，现在大家都要看那个电蚊拍电哪头了，看看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电蚊拍电哪头？哇，好棒哦！还可以回去看，很酷。哎、欸，我家的真的是这个颜色的电蚊拍、欸，黄色对不对？哦、黄色的，啊、我的也是啊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清楚了吗？哦呦，哦呦。哦，原来在消失了，在 reset 吗？哦，我按他说这里回到主大厅啊。哦，然后他就 reset 了。哦，哇，手被清掉了，手被清掉了。哇塞，现在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吃掉那些建筑啊！我吃掉我自己了，都吃掉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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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机子的乔镇没了。哦，而且吃掉自己的题目哎，对啊，不能拍照了，乔正没了，对啊，不能拍照了，再盖一次，
再看一次吗？强迫你们来啊！有啊，都在都在。来啊，下一题。这个87是你们放的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是人数。那是七个人。你看哦，我去采观察者的时候会变六。哪里？哦，我还有87耶、欸哦！不是、啊，我想说你们没事干嘛放一个八？八七，我以为就是设好的、欸。他是人呢、啊？哦，原来会改变哦。他就是让我们自己呛自己。自己呛自己。他两边颜色好像一边比较浅一点，另一边是观察者啊。对啊。哦，好有趣，好有趣哦。酷。嗯。好了好了，再来啊，再来一场。题目。题目。我很胖，你不要这样。